100多公里，还有140公里，130公里，大概是130公里。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是新疆高速交警高支队打板城大队的民警，我叫骆发江，他叫陈延福。借这个机会呢，给直播间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还有他的朋友或者他的粉丝，你们怎么称呼都好，给你们做一个交通安全宣传。进入高速公路，严禁行人进入高速公路，一定要记住。严小妹啊，你给你所有直播间的，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，怎么称呼你，你怎么称呼他们，一定要说清楚。行，大哥，各位朋友们再见啊！看视频上澎湃。